你拿假发有啥用啊？我不知道有啥用啊。你这跟着远哥拿呀？我跟着我干啥？我可以换。哎，拿那洗衣粉得了。哎，拿洗衣粉就够了。我看你们跟我玩啊。这啥？哑铃。大勋都拿了些啥？拿了球。哦，要拿小球。整的拿小哑铃。你拿这么多拖鞋干嘛？又拿拖鞋。那我也拿两双拖鞋行吗？这颗球不错啊，拿这么多球啊。拿球是为什么呢？没有，他放那么多球肯定是有原因的呢。为什么这么多重复的东西呢？有原因的吗？我想他为什么放这么多同一类的东西，肯定是有原因的。肥皂来。肥皂还有原因的吧。你看他那么多梳子肯定是有原因的。周深，你要不要拿这个？我拿这个干什么？他有这个有原因的吗？肥皂，他拿肥皂。白露，你再选下去就直接就去浴室了。要拿搓澡的，要拿的沐浴露。呀，这不是台铃吗？哎呀，让我们装东西，不知道又有什么花样。反正呢，我有台铃超能二代，领跑400，一次充电就可以跑400里。装这点东西根本就不在话下。你看，这还是跟我们跑男联名的款式，好看吗？哦，原来是这样。你不要再装了。你别装了。你是鱼。我是要拿这个来弹。我说他拿那么多球干嘛呢？还是有用的。我们这项任务叫有的放矢。有的放矢，成员们依次拉动弹弓，将自己的购物篮发射出去，击倒更多砖块的成员获胜。其实只是投两个篮子而已。对，就看你篮子重不重嘛。每个人都有两次挑战机会，我们取大家的最好成绩。击倒木块的队员可以了解这个交易时段商品的涨跌。明白了。这个怎么发射？你这个怎么发出去？你真的是反着这个游戏在玩。对，我这个伞会增大它的阻力。所以我肯定不是咸鱼。你猜是谁？ Coco。 是的。但是他第一轮挺可疑的，但是刚才 Coco 姐秒选了球。没有，他放那么多球肯定是有原因的呢。对，秒选是秒选的球。去吧，池哥。来了啊，来了啊，加油。算一个，哇，还是得球，还是有球，还是得有球。哦，难怪刚才魏大勋拿那么多大的球。我这次不用球试一个。